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，拥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旅游景点。下面介绍吉隆坡的十大景点。一、双子塔 Petronas Twin Towers， 这是吉隆坡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世界著名的双子摩天大楼。您可以乘坐高速电梯到观景台，俯瞰城市美景。二、吉隆坡城中城水族馆 Aquaria KLCC， 位于双子塔附近的购物中心，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水族馆，展示了各种海洋生物和珊瑚礁。三、磁场街 Jalan Awar，这是吉隆坡最热闹的美食街之一，您可以品尝到来自马来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美味佳肴。四、吉隆坡塔 KL Tower， 这是一座高达421米的通讯塔，提供360度全景观景台，让您欣赏吉隆坡的壮丽景色。五、国家清真寺 Masjid Negara， 这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清真寺，其建筑设计独特，是伊斯兰教重要的宗教场所。六、独立广场 Merdeka Square， 这个历史广场见证了马来西亚的独立宣言，周围有许多重要的历史建筑。七、阿罗街 Chinatown， 这是吉隆坡的中国城，有各种商店、夜市和小吃，是购物和体验当地文化的好地方。八、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Malaysia， 这个博物馆展示了马来西亚的历史、文化和艺术，让您更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。九、五级缅登 Bukit Bintang， 这是一个繁华的购物和娱乐区，拥有高档购物中心、餐厅和夜生活。十、旧国家皇宫 Istana Negara， 这是马来西亚国家皇宫，虽然不对外开放，但外观依然令人印象深刻，是马来西亚皇室的象征。以上是吉隆坡的十大景点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合理安排行程，体验吉隆坡丰富多样的文化和风景。祝您在吉隆坡度过愉快的旅程。